史上，来，同学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目次。好，同学啊，就是基本上呢，在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么呢，学习心态已经完成。那我们有提到坐禅的功能呢，然后呢，就是还有提到聚缘，这个聚缘的部分哈，同学没有关到麦。来，我们看一下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聚缘这一边，然后呢，这边有提到就是要持戒清净，同学啊，我们五戒已经给它完成了，同学，我们今天呢会去到忏悔方法的部分，然后呢，忏悔方法里面呢有提到重罪灭相啊，哈，然后接着下来忏悔方法重罪灭相，今天预计啊应该是可以在这个范围，然后呢，甚至可以谈到衣食具足的部分。好，来，同学看一下，我们在上一堂课啊，哈，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就是忏悔的方法的定义啊，就说不要复藏自己的过失，要把它发露出来。然后一般的人呢，起初每次小小的过失，不忏悔，然后继续犯下去的话，久了就会恬不知耻的，即犯重戒了。那现在我们提到一些忏悔的方法，好。忏悔的方法，来啊，有请，就是顺清念一念一。一、念礼佛大忏悔文。二、若诸众生轻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若轻损使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然使灭除。经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偷僧习物，污尽放横，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唯除一事于众生已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虽不即灭重罪，犹能远作菩提之因。好，感谢。来，同学，第一个是念礼佛大忏悔文了哈。请问一下哦，谁有去过道场，去参加中午啊上供吃饭之前念八十八佛的？举手一下，谁有去参与过？家君一位，OK 哈。哇，你那么年轻，想不到你还会做一些那么传统的东西哈。OK 哈，好啊，那个大悲咒的举手一下，大悲咒有念过的。啊，四位、五位、六位都念过哈。OK，好，可以放下手来。好，来，同学，告诉同学一下哈。第一，这个礼佛大忏悔文就有家君念过哈。其实基本上啊，哈，这个大忏悔文呢是跟忏悔有关。不过啊，还有这个大悲咒啊，其实也有大悲忏。那这些忏呢，有个字在哈，意思就是说是跟忏悔有关系的哈。但是呢，这个忏悔有关系的哈，它到了现在今天呢，哈，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它会容易流入形式，那有几个缘故了。第一就是呢，因为啊这些忏法对不对，多数人念了都不是很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因为它太深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其实里面呢有一些忏悔啊是出家人的东西来的，跟你们无关的，但是因为都不懂嘛，都只是这样念罢了嘛，啊，所以它其实啊有容易落入形式的情况。那它里面呢有一些啊是属于空性的忏悔来的哦，什么意思？意思就讲啊，他讲罪本身是空性的哦，这个你 level 要很高啊，才可以管得到它空性了啊。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它为什么我们这边会这样稍微这样提呀？为什么其实还会有见效的情况？因为啊，其实念佛啊，念啊，这种大忏悔文的符号哈，和念大悲咒本身，其实它可以产生一些禅定的功效的，也会产生一些能量了。所以问到啊，为什么有些同学念了啊，哎，他会觉得身心愉悦这样子？所以有试过念咒语或者是啊什么念这种符号啊，拜佛号之类哦，哇，感觉很舒服的。完毕，有谁经验过的举手一下，有没有？OK，保龄一位。
平平两位啊，嗅觉啊，就是了。所以同学啊，意思就是讲啊，这些方法是有一定的功效的，所以为什么你们会举手啊？但是啊，就是啊，如果是说拜忏的话，拿它来忏悔的话，哦，它如果是按照当时的忏文，哦，那些忏文啊，很多是些古德啊，古代中国的大德他们撰写，那他们撰写的时候可能呢，啊，也是在当时的情况是拿来修行的。不过呢，到了今天呢，啊，因为不完全理解的关系，就出现这个状况，啊，但是呢，关于这个念大悲咒跟这个念佛本身啊，可不可以达到忏悔功效，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后面呢，啊，就有谈到啊，哦，它如何 check 得到它忏悔是见效的，哦，那我们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呢，接下来放个短片给大家看，关于啊，因为大悲咒蛮多人念过，到底这个大悲咒，哦，它的来历是如何的。就放个短片给大家看，那看完我们就接下去如果去 verify，哦，你的忏悔其实是见效的。 OK， 好，好，来，啊，同学可以好好的观赏，好，啊，稍等一下啊。有一天，在陀罗家山上，无数菩萨都聚会在观世音宫殿的宝庄严道场中。释迦牟尼佛坐在宝狮子座上，要为大家演说总持陀罗尼。在场的有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小王菩萨、小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诸大菩萨，以及大比丘、龙王、众多天神都前来集会。世尊，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缘由。善男子啊，你们应当知道，今天的法会中有一位菩萨，名叫观世音自在，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广大的慈悲心，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他秘密释放了如此大神通。
尊，为了让众生得安乐，免除病，得寿命，消除恶业，为了让众生成就善根，远离恐怖和畏惧，速能满足一切愿望。今天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想为大家演说，唯愿世尊慈哀听许。善男子啊，你有这样大的慈悲心，为了众生的安乐而演说神咒，现在正是时候，请速为众生宣说吧。如来和诸佛都随行。世尊，我记得在无量亿劫以前，有一位佛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那时蒙这位佛怜悯我及一切众生，对我说了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然后佛以金色的手为我摩顶，对我说道：善男子啊，你应当持此心咒，广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求得大利益、大安乐。在那时，我本是大士，听闻此咒后，立刻超越第八地。我当时心生欢喜，于是发下誓言：如果我将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请让我全身立刻生坚守坚忍。我刚发愿完，当时身上立刻出现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真动，十方仙都放光明照出我身，更遍照十方无边世界。Thank you.
发完愿后，专心称念我的名字，还要称念我的本师阿弥陀如来的名号，然后再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一夜诵完五遍，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世尊，当诵持大悲章句的人和天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接引，无论此人想投生在哪个佛土，都能随愿往生。世尊，如果有诵持大悲神咒的众生堕入三恶道，我誓不成正等正觉。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还不能往生到佛国，我誓不成正等正觉。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者得不到无量三昧辩才，我誓不成正等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能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如五逆十恶，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偷僧习物、污尽粪等，全部都能灭尽。心生怀疑者，就连小罪轻业也不能消除，更何况是重罪呢？不过虽然不能当即灭除重罪，还是能远做菩提之因，所以一切天人应常常诵持，勿生懈怠。诵持此神咒的人，无论身患什么病都能痊愈，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全都不能侵扰他。诵持此神咒的人能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号，而且一切鬼神各种天魔外道都不能侵扰他。这个陀罗尼是由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世尊，这位菩萨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能宣说这样的陀罗尼？这位菩萨名号是观世音自在，也叫年所或千光眼。善男子啊，这位观世音菩萨有着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在过去的无量劫中，他已经证得佛果，名为正法明如来。他有着大悲愿力，因为发起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证得佛果的菩提心，正法明如来才显作菩萨像。你们这些大众及诸菩萨和天龙鬼神都应该对他恭敬，莫生轻慢。
命中后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佛国。啊，同学，后面的大悲咒啊是梵文的，我们听一点点啊。顺情听到师父讲话，打个大拇指，顺情。OK， 来，我们听一听梵文的大悲咒哈。好，同学，我们掌声鼓励哈、啊、感谢制作单位哈。好、啊，同学啊，这个影片呢、啊、哈，制作人我是认识的哈、啊。你猜猜看，这个影片大概做了多少钱哈、啊？秀娟，你猜大概就要多少钱来做这个影片？1万块。啊？多少钱？应该是有人赞助吧。对对对，要多少钱来赞助做这个影片？这个影片蛮长的，可能十几二十万。对，一辆 Camry 哦，真的哦哈、啊、不过它是有人大护法赞助。那同学啊，就是啊，整个制作影片的制作对不对哈、哦？啊，它其实就是说明啊哈、哦，就是一个大悲咒的来历。那同学啊，这个大悲咒的来历啊，它其实啊哈、哦、是可以寻找得到的。在哪里的来历呢？主要呢还是来自大藏经了、哦、那么我们去哪里找啊？哦、一般上啊，佛经啊念的经咒啊都是有来历，包括我们的经典也是有来历。通常我们打西贝达哈同学哈、哦，这一部经是来自叫《千手千眼》啊。那么呢 P20 啊，这个就是提比达嘎第二十本大藏经。N 是它的经号了，那同学一般上经典的真伪我们可以通过去这个汉文大藏经西贝达做 verify。 那么一个正规的经典一般上会有唐朝，不空是翻译的人的名字，供一卷，那我们点击就是去里面了。所以同学以后啊，对不对，你不要再捐钱，你可以不用捐钱印经佛经，没有人要了的了、哦、那么你要捐，你可以、啊、给这些团体、哦、让他 upkeep 他们的 server、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好，同学，当你点进去里面的时候、哦、你会看到里面就经文，看到吗？啊、你看来啊，稽首观音大悲主啊，这些是寄送来的、啊、
觉看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是速知一切法，巴拉巴拉巴拉，这都是刚刚影片里面出现的。哦啊、所以呢同学、啊、就是、啊他影片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法来传播知识了、哦、那么刚刚那个大悲咒本身呢、哦、它是原文是来自于梵文的、哦、那么 Ratna Ayaya 但是就变成因为当时在中国里面、啊哦、它没有翻成中文不过我们发现了、啊、当时的方言、啊哦、应该不是普通话来的来同学你们看一下、哦、那你看你看了、哦南摩拉那南摩赫拉拉那呀呀，看到吗？哦，所以不是普通话来的哈、哦，比较可能呐、啊、哈、哦，像是客家话或者是闽南话。所以同学，以后你读佛经哈、哦，如果你读客家话或闽南话，其实是更加靠近梵文的。有客人的吗？举手一下。客人或者是福建人有没有 ？OK， 家俊哈、哦，长地哈、哦。好 ，OK， 好，你们这几位啊，待会啊，你们去找佛经哦，试试用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来读读看，或者呢咒语啊，你会发现，哎，好像更靠近梵文的哦。这个实验是可以做的已经有证实了的了哦。现在的普通话不是，所以同学一般上啊，就刚刚你所看到短片，大体上你可以回来哦，这个原点。那如果这个 original text 太难的话，一般上就去 Wikipedia 有人做 summary 了。那么呢，他这个大悲咒本身啊，哈、哦，为什么说他会拿来啊，在忏悔业障里面出现，就是因为啊，和这段经文有关。他讲啊。如果一切的众生呢、啊，哈，亲损常住啊，这个常住是指寺庙啊，哈，啊，如果你们呢、啊、来到我们寺庙啊，拿东西来吃啊，千佛出世不同忏悔哦、啊，因为寺庙里面呢、啊，哈，如果你住了100个出家中，那个食物是属于100个人的啊，就给你拿来吃了，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了，哈，好，过他讲啊，现在送大悲神咒啊，就可以除灭得到啊。这是咒语里面可以出面，所以他讲啊，如果是啊亲损这常住饮食啊，你要对十方师忏悔的，十方师要对大众忏悔的。那么现在用大悲咒的话哦，十方师啊，就十方的佛菩萨会来作证，一切的罪灭就会得以消灭，一切十恶五逆啊，这个五逆啊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谤人谤法啊，你毁谤人啊哈、哦，破斋破僧，同学就是啊哈。哦你没有守斋戒，你也破戒了。过后呢，破塔坏寺啊，哈、古代都会有塔寺的哈、哦。那么那个塔寺呢，同学哈、哦，就是它的塔哈、哦，有点靠近是这样子的塔了啊 ，Shedagon 哈，有点类似是这样子的塔之类了哈。哦啊、古代有的随便都讲、啊、坏塔 坏事了、哦、这样子、哦、那么呢他说、啊这一些还有、啊、无尽犯恨、啊、无尽犯恨就是人家要持戒、啊、要清净犯恨结果你破坏了他说、啊、你犯的这些种种这一些、哦业障都可以把它消除得到那么呢除了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个咒语生怀疑、啊、小罪也不可以灭掉何况是重罪了、哦、那么同学啊，像这些这样、啊哦、我们听到哇，怎么那么厉害嘛？一个咒语这样念一念、啊、哇，五逆都可以灭除啊！同学其实是有条件性的，它条件性就在下面这边哦。来，下面这一段先请平平读一读哈、哦，重罪灭相，平平你先把它读完，再来大家再抄红色的字，有请哈、哦。重罪灭相。庄严道场喜欢清净者，净洁衣，烧香散花于三宝前，如法修行。1737日或1月3月，乃至今年专心忏悔，所犯重罪取灭方止。云何之重罪灭相？若行者如是至心忏悔时，自觉身心清丽得好睡梦，如或父亲者灵锐意象，或觉善心开发，或自于座中觉身如云如影，因是见证得住禅境界，或复豁然解悟，心生善识法相，随所闻经即知意趣，因是法喜，心无忧悔。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即是破戒障
到罪灭之相。嗯，好，同学可以先画重点，先抄一下红色的字哈，我们再进行解释哈。啊，抄好了，可以Zoom表态了，同学哈。哇，子杰，怎么你抄那么快的哈？你是直接拍照是不是哈？嗯，啊，同学，如果你经常发现你抄东西比较慢，是以后可以先拍下照，然后过后呢，因为师傅不可能等完所有人了、啊、哈，然后你就可以过后下课再慢慢抄，或者是等录音也是可以，好，这样子哈，因为我们这边有年轻也有比较年大的，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哈，好，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好，在这一段啊，他讲什么哈，如果是同学啊哈。In case 啊，你真的犯了一些很重大的过失，对不对？你打算用大悲咒来忏了、啊、哦。所以呢，按照的原文是，首先第一，同学，你必须要有个佛龛呢、啊嗯，当然嘛，要对佛像啊，比较容易有虔诚心。第二呢，你应该斋戒沐浴，就是你在忏悔之前先洗个澡先，换上衣服。然后呢，以前印度人呢、啊，其实他们有散花的，那我们跟回我们华人，我们烧香，过后呢，我们供花这样哦。过呢，你有个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就进行忏悔，就念大悲咒。那么呢，你在念啊之念之前，对不对？你先恳切的忏悔。那么呢，过后呢就进行的专心的念。那么呢，一般上是这样的，同学，如果你有做到一些，就是些犯戒很严重的戒律的东西，对不对？你会 guilty 的，你会不安 ，OK 哈，然后整个人会很不安的。那不安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所以一般上啊，他如果是忏悔见效，你很虔诚的话，对不对？经过念完大悲咒是第一，你忏悔成功是第一，你就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然后呢，就是啊，好像云，好像影这样。你平时你本来你打坐啊很不安的，你后来打坐，哎，心可以平静下来。过后呢？晚上啊会得到很好梦的啊，你会梦到佛，梦到菩萨，梦到瑞相的啊，这些就是忏悔成功啊。同学啊，像啊犯这些重罪，对不对？小乘啊，行门那边没有提供个忏悔的法门的，犯了就犯，他没有讲的太多。那么大乘这一边呢、啊，有给到希望人啊，同学这个重要的，因为啊不是很多时候啊人犯错不是不想的嘛。啊，有时候是不想的，所以一定要给个机会。所以呢，这种叫大乘经典啊，哈，通过持咒啊、念佛号啊，他给到希望一些人哦，你要有个缺口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只要虔诚的话，哦，啊，就可以达到。不过当然他是不会太那么轻易的啦，哦，所以啊，他在经文里面有讲啊，哈，我可以就是七天、两个七天、三个七天、一年、一个月、一年，可能要断蛮长的时间的。嗯，因为造的恶业太重了哦，五戒里面的比较重的业哦，所以变成它会跟随着这样哦。那么在佛教里面呢，哈，一般上会有一些夸张的词啦，因为印度人是诗人哦，所以呢，东扎就讲哇八万四千很多很多，通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啦。好，所以呢，在就是原点里面，我们是相信它可以达到忏悔这样子哈啊，但是有些东西是会有。Over marketing 也可能性有在的，我们要知道哈、哦。不过就是你要有信心，然后过后呢，它真的出现这个现象啊，忏悔的重罪哈、哦，它就是表示有效了的了。OK， 可以理解嘛？哈、哦，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哦。好，所以呢，在这一边呢，哈、哦，它就有提到这一个这样子的经文哈、哦。所以呢，这是刚刚讲的了、哦、然后呢，除了啊，你啊容易打坐入定啊，哦，
你听到的经文、啊、你会马上理解，而且那个心没有懊悔的、啊、就表示忏悔成功了、啊、所以同学你记得、哦、你忏悔成功了、啊、你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过后再往前看了的了。好、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忏悔的原意在这里。那么呢、之前那个八十八佛、啊、就只有家俊一个人念罢了、哦，那么就简单来讲了啊，我都没有看过哦啊，家俊你回去找个那个 text 文，它一样的，很多 text 文呢跟大悲咒一样，都未必跟你们有关的哈、哦。但是为什么产生功效，就是在于符号的本身的 energy 跟力量了，哦，这样子。那么呢，这个符号本身呢，哈、哦，已经有人呢就是做过试验，一个台大就是李世成的前院长了、哦。他让小孩子来做 experiment， 那小孩子用他们用手指来认识那个字，你知道吗？他们是关着眼睛的，小孩子可以手指看得到字，要十二岁以下可以办得到。后来、啊、他们呢发现很成功，小孩子的确可以认得到字。后来他们呢就做试验了、啊、就放佛这些字啊，菩萨这些字，小孩子一摸到这些纸张、啊、会看到佛菩萨了，所以意思就是讲他沟通得到。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因为不够虔诚，所以沟通不到佛菩萨，否则的话是沟通得到的。所以对这一些呢，是我们是有信进行的啦。OK， 好好，这个就是和这个相关的。好，那么呢，众聚灭相啊，就到这里了。好，有没有问题？从大悲咒到这一边有没有问题？大悲咒好、这个大悲咒目前呢、啊，念大悲咒比较勤劳啊，是万佛城的、他们那个道场，就是啊，在那个 KLCC 那边的哦 ，KLCC 附近不是有个双峰塔，那边有个法界僧师啊，他一看派系的，这个派系就比较勤劳，他们有试过念二十四小时大悲咒，二十四小时楞严咒，那边呢你会变得很熟，过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咒语那边跟佛菩萨相应，希望可以达到忏罪、哦、同学我们的、佛经里面呢、哦、有、南传、哦、有原始的，那也有中期，有大乘的，也有秘密大乘，同学你可以自行选择了，基本上我们这边都认可、哦除了密教的双修法的课我们就不 recognize 了、哦，男女双修不 recognize， 其他的、哦、它都有佛法的成分在，那么呢你的性格如果是、啊哦、你都可以从那边给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样、哦、好来家俊什么问题、来、欸、师父、啊、因为大乘里面的经典、他们说佛说其实不一定是佛说、啊、是的是的、啊、他这样的、啊、真的你问问他先，你问问他先、啊，那那个作者姜塔是不是打妄语了，发破戒了？哦，倒不是的，是这样的，同学、啊、所有的经典、啊、都是有佛说这个字在里边的，它是如是我闻、啊、其实不是佛说，应该是如是我闻开头，你应该问是不是全部、啊、都是阿难背出来的，你大概是要这样问嘛，对不对？那么阿难讲如是我闻，我是这样听说到的，那么、他阿难是跟佛是从佛陀那边听来嘛，或者是当时啊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子聚会嘛，那么呢谈到这个啊，佛经里面的来历，对不对？有两个派系的，一个是传统派，一个是开放派哦。那么传统派会相信哦，每一个字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管什么经典的哦，全部都是哦。那传统派会这么认知哦啊，但是如果开放派跟学术派哦就不这么认为哦。那么他们认为就是经典的哦，它的成立啊、哦、是有时间性的。啊、所以为什么你有上印度佛教史吗？家俊有吗？印度佛教史有啊有 啊, 啊有上啊对，那么呢他是这样的，他佛经、哦、他早期是用背诵的方式嘛，对不对？表示说 OK 第一次接机 哦, 哦 OK 那我找我们大家一般人来，那么呢比如说家俊先背了、哦、OK 大家认同，哎是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子讲，过后我是阿难嘛，我就 memorize 把你记下来了，后来你们全部啊、哦都是这样一个个把一个这样我就把它记下来，所以呢当时是以记忆的，后来大概在公元前、啊、一世纪前后时候有文字，那开始把它结集，但是、啊、这个经典的结集并不是就 ending 了的，它其实、啊、它是不断结集不断的结集不断的增加的，所以呢、背诵的人有时候会把他的那个经典、啊、跟个人的经验、啊、把它合起来的，有时也是无意的，所以华严经会出现六十华严呐、啊，八十华严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按照历史来谈呐、啊，如果说经典每一个字都是佛讲，其实多数
都不大被接受了的，因为它不大 logic， 因为一些经是很大幅度，你知道吗？哦啊，那么呢，到时如果是以背诵，也不可能讲到那么多细节在里边的，哦，也不然，而且这一个如果每个字是佛陀讲啊，他也解释不到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经典哈，啊，就是又六十华严，又八十华严，然后阿弥陀佛大愿又二十四，又四十八，又二十四，又四十八，哇，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而且有矛盾的啊？他也说不通的。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多数是承认就是经典它的存在，对不对？它是不断的结集的，它不断的，啊，不断的 accumulate， 不断的 compound 起来，所以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印度本土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样子了。OK， 好，这样，所以呢所以偏道啊，即使是说啊，我们不相信，每一个例子都佛陀讲都好，但是对佛典的内容啊，基本上我们都是相当有信心的，哦，因为，啊，如果你不相信啊，你很难得到它的好处的，哦，佛典必须要从相信开始。不过我们不会相信，不会要你要求你每一个字都信到完那种，不是，而是大体上的内容啊，它没有大问题就行了的，可以理解吗，家俊？通常我们的态度是这样，所以佛典上啊，我们呢都还是要进行分析。所以呢，像师父，因为我们出家蛮久嘛，我们很多经典都看。其实啊，1600年的历史里边，对不对？哇，每一个时期啊都有经典出来的，而且有一些都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当你每一个时期的经典都读啊，你再重新再看回啊某一个经哈，你看法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算是毁谤。而是这样子讲，而是一种自学方法。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方法自学，你很多东西讲不到通的。家俊你了解吗？所以我们都会很努力在与现代的文献学的立场，还有，就是对他的信心之间进行平衡。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没有，就是，完全研究到完全不信，那又不对了，那得不到好处的。所以什么师父进行分析了，因为，表示说刚刚那些，就是说哇，念咒语啊，哇，都可以把所有的业障五逆十句全部忏到完，所以你要想看到，有那么轻易吗？五逆十二刚之前我们提到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先，所以呢，OK， 我们呢如果是假设啊，它是成立的话，它有一定蛮高的条件性的，就要求很高，才可以办得到，不是那么轻易就忏得到。所以我们站在历史来看，密教的经典大概，它的成立，跟这个忤逆，谈到忤逆的阿含，相隔大概好几百年，你知道吗？哦，好几百年，所以变到，它就会有一个那么大的落差了。同学你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忤逆，对不对？谈这些忤逆，我给你们看一下，说谈忤逆，早期忤逆，发生忤逆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大概佛陀入灭330年好了，然后呢密教的经典，大概是几十，是在这个时候800年，所以开头的时候原始佛教比如说300年的时候，我们讲忤逆句是没得忏悔的， OK， 但是过了300加到800 1100年之后就变到可以用个咒语来灭除掉了，然后呢，这个是想1100年的事情，讲可以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是我们假设它可以成立的话，一定是要有很高的条件，不然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早期佛法对于这种忤逆罪提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它变得很轻易就把它搞定了，你知道吗？哇，那个忤逆罪哪里那么容易，上爸爸上妈妈的，你知道吗？所以家俊有时候所以佛经你多读，有出现矛盾，怎么会这个后来变得那么轻易的？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呢？忏罪的它的那个难处在哪里？它在合理才给回它一个原来的定位，就是这个忤逆罪是非常严重的，不然的话它就变得很轻易了。OK， 家俊可以理解吗？是不是 ？OK， 好，有回答到你问题吗？家俊，有，谢谢师父。有了是啊，因为你应该是比较传统学佛的，是不是？就是说每个字哇 ，100% 都是佛陀讲，是那种地方，是不是？对啊。对哦，对。所以现在师父这种教法是，不过因为我是觉得你比较年轻你
你会听，你听了你会分析，觉得哎，是有点 logic 在的，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嘛，对不对？啊，如果啊你是啊六十到七十岁老菩萨，哎呦，应该没有办法了解我在讲什么了。OK， 可以理解吗？嗯，所以这个不过这个态度啊是由个人来进行选择的。OK， 来进行选择。这个啊，我相信啊，顺情会很卖师傅的账，对吗？顺情。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因为啊，顺情其实也是小小的佛教会长大的，但问题就是啊，顺情的学习背景的关系是比较 open 的，他不是那种每个字都信到完的，他本身就是搞学术研究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的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好，所以家俊也不要太勉强啊，要给些时间去理解啊我们的想法这样啊。好，然后这个就完了。过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很好的问题哈、哦。接下来我们就去到衣食具足的部分哈、哦。来，请就是顺红读一读哈，读了再让同学抄哈。衣食啊，好，食法，什么是正命？命是生存生活，无论是在家出家，都不能不生活。衣食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合法的得来受用，就名为正命。正常的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罪恶都从经济生活的不正常而来。学佛的在家众，不但要是国法所许可的，而且还要不违于佛法的，如以杀生，如屠户、猎户等道。淫，如卖淫、设妓院等；妄语，以欺骗为生、走江湖的多有这一类；酒，如酿酒、设酒家等为职业的。佛法中名为不律仪，是邪命，障碍佛法的进修。好，感谢。来，同学可以先写下重点。我看我们同学啊，不知多久没有写过字了哈、哦，现在都在担心了啊，对不对哈、哦？哎呀，因为这个讲义已经用了超过十二年了，你知道吗？哦，我还没有去 update 它哦。不过我在想，是不是保留一些抄袭的机会给你们好？宝宁，你会觉得有点抄袭比较好，会吗？觉得？不然我真的是忘记了，就是打字罢了哦。既然宝林喜欢抄，以后你就用准备书法来抄了哈。我们每个人等你描，慢慢的描。OK， 好，好了，可以顺便表态一下哈。平平抄那么快，以为。大陆都是流行简体字，就可以写快，对吗？平平是不是？啊，对，师傅，我全部用简体来写下来。嗯，对，所以难怪有人呢、啊、建议中国恢复简体，他们说，与其恢复繁体字，那不如恢复甲骨文还好，因为他们认为啊，中国人呢、啊、为什么输掉，就是因为那个繁体字太过复杂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改革成简体字？我有看 CCTV 的节目，他说。为什么他们要改革？原因是跟这个有关哦，这样哦。不过当然文字的意义就没有了啦，哈、哦，像爱心的爱哈、哦，他就把心卡掉了。他的原文就我爱你的爱，我们是用心来爱人的嘛，所以为什么那个字要有一个心这样哈、哦？它是有含义所在。OK， 好，好，嗯，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了、哦、好、啊、同学啊，首先其实啊，当我们在谈禅修，现在谈的不正当的置业，那么不正当置业刚刚已经放了啦，就是杀盗淫妄酒。OK， 好，那么呢，这些都不是，都是应该在五戒都谈过了，稍微要补充就是同学啊，这杀生啊，第二呢就是偷盗哈、哦。
第二，在偷盗的部分，同学啊，现在比较新的偷盗方式是什么呢？同学就是啊，你成立就是庞氏骗局啦。什么叫庞氏骗局？哈，庞氏骗局就是呢，基本上就是呢，表示说 ，OK， 我跟就是场地讲，哎，场地，来，我这边进行投资，我会给你大概100%，一个月全部会给回你这样子，哈。然后呢，就是啊，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招5个人进来，这样子啊，没有产品的，没有产品的，这种叫庞氏集团。同学留意，所有的庞氏集团的骗局，为什么叫庞氏 ？Bonzi 这个人真的存在，是意大利人来的，大概是两三百年前了、这个人跑去美国，后来他小小到大都是诈骗的啊，他就用这个方式骗倒了全球的人。哦，所以呢，只要那个营销集团没有产品的，他就可能是骗局来的了，同学。然后利息是超高的哦。那么呢，因为啊，真正的可以啊带来 profit 的，对不对，同学？一定是第一经过 trading， 对不对？哈啊，你做贸易 ，OK 哈啊，你进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产品过了一个地方，它就可以产生利润 ，OK， 这个合理。第二呢，经过劳力哦，你去剪头发。或者你要去按摩啊，这个劳力完了啊，它会换来一些 margin profit 啊，这个是正常的，这些都正常的哦啊，但是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劳力的，完全没有的啊，就是你把人招进来过后，哎，你就可以得到啊一个月100%、50%的回酬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庞氏骗局了，所以同学要留意了哦啊，千万不要去跑去牵涉这些，有时候啊是啊，你本身不知道。你可能是你本身你不知道，你就加进这个集团，过后呢你又不大懂，你就开始帮他做，你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后来你发现哎呀惨的是骗局啊，你很多朋友啊已经被你招进来了，哦那时你走又不是 啊然后不走又不是、哦、因为你过后你很难跟那些人交代，因为啊他就在最后的时候就破局了，这些一定会破局的到最后、哦、因为啊当他找不到新 member 来，因为啊其实上面的人啊、哦的钱都是从新人来的，然后呢大家都是一个字都是贪，所以同学这个是有偷盗的成分、啊、如果你是在搞庞氏骗局，然后这个是没有产品的这样、哦、那么呢如果是金字塔制度啊 pyramid system 的营销，基本上如果你有产品的话、哦啊、他国家注册局还是认可了、哦、出现尤其一个东西你留意，就是第一它是没有产品的，第二是卖课程的，同学你要留意、哦啊、表示说我就跟子杰讲，来子杰，你交10000块给我，我教你如何赚钱啊，这种这样很有可能也是有骗局在，因为我有有看过啊，其实在美国他们已经很多都是用这个方式来行骗，所以同学在网络那边你要很留意哦，啊，很留意哦，啊，通常他们开头啊都是就是打广告，啊，你要点击下面这个，一定是这样，就你点击的，点下去进去里面哦。再来跟你谈了，你要给我5000块、10000块，过我教你如何做投资，过再赚很多钱啊，类似是这样子了。所以有些它未必全部是假的，未必的，有时候它就是 overboosted 啊，过分的营销，就是已经扯了很多大炮在里边，哦，这样子，所以同学要留意哦，啊，你不要去牵涉到这些这样哦，啊，这些呢就是。网上啊可以查看哦，美国的像应该是 FBI 嘛，哈、哦、啊，它就是消费者协会团体啊，或者是说美国它应该是安的什么局管哦，忘记了哦，它有一些就是官方哦，他们有经验，他们抓过这些人啊，他们会告诉你哎如何辨别这些是骗局了 ，OK 好啊。在Netflix 里面呢有个短 documentary 啊纪录片啊，就专门谈。骗局哪几种是骗局啊，其中我指的就是这两种啊，他也把 pyramid system 也放在里面，可能那个是没有的，所以同学啊在偷盗部分如果你是啊去 organize 这些包括 money game 啊全部都是属于啊骗局来的啦，有很多啊他叫你进行投资，其实那个东西不存在的，像啊很容易啊玩弄就是 bitcoin 那种东西，你也懂一半不懂一半，有一些是假的，不是所有是假的，有些是假的，所以呢那个投资的东西讲的天花龙凤这样，其实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的，那么有些也有的，他可以带你去看，哎，像以前那个南明投资，哎，你带你去看是真的给你看到的，但是他就是造假的太厉害了，
颠倒啊，你还是上当哦。啊，以往那个金玉华也是嘛，对不对啊？总之同学啊，凡是投资的那个回酬啊，会超高的，你就要很小心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好、哦、啊，同学，你看呢、啊？像宫崎骏局啊，有8000亿的资金，他可以给到我们大概是6%。我听说有你一些投资股票啊，蛮不错的，也可以拿到10%这样。但是一超过10几%了哦，一年年利哦，你就小心了了。好，所以同学一定要这个 common sense 要有。而你本人呢，如果是已经不小心被招进这种团体啊，你就要留意，哎，怎么会这样子些这样情况？一定是有猫腻在里边的、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哦。这个东西只是要有，避免你自己跑进偷盗的世界里面去了，这样子啊。OK 啊，同学啊，关于在偷盗的部分呢、啊，哈啊，现在比较容易避免，就是啊，因为以往啊，同学你知道吗？你在谷歌里面对不对？比方说你想找套影片来看哦，你打一影片名字，写一个线上看，或者是啊，以往啊，哈，好像什么酷我哈，一打哇，很多歌跑出来，对不对 ？OK 哈、哦，那么呢，他现在啊，这一写哎，好像啊，要翻偷盗很变得很容易。对不对啊，同学？大概在几年前这样，那现在没了。现在啊，那 Netflix 出来了，你只要给35块，哇，一天差不多1块钱吧，就一大堆影片给你看哦。然后呢，那个 Spotify 也是啊，免费有免费的，全部都是合法的啊。然后呢，合法的，但是啊，如果你免费的话，就很多广告咯。那么你付钱的话啊，它就没有广告，任由你听，哇，那些歌也是无止境，所以同学已经不大需要我们偷盗啊、哦、网络偷盗的行为已经不大可以 不会犯了，比较不容易犯了，有原因是因为、哦、它的在那正版、啊、的东西、哦、跟很便宜了，所以没有必要去搞找盗版的东西了、哦，所以这个是偷盗有关哈、哦，杀盗淫呢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手机了哈、哦，之前那个 Sugar Daddy 啊就怀疑啊牵涉到卖淫了这样子哈、哦、，Sugar Daddy 哦，所以同学要留意那些啊dating appointment 的那一些哈、哦，不过同学应该你这边有谁是 programmer 举手一下，谁是写 programming 的，这边有 programmer 吗？没哈、哦、啊，没的话都 OK 了哈。通常这些是容易、哦啊、有时是这样的，有时你本身你是写的人，但是你的 customer 来到、哦、诶，你发现哎呦，这个家伙好像、啊、在卖淫这样、哦、那么你本身你知道的话，你可以拿主意，同学你不要借这些个案、哦、知道吗？你就不要借了啦、哦啊、这样啦、哦啊、或者是你本身你是报馆的主编这样、哦、那个广告来到诶，好像一些色情的，你就不应该借他的广告了的了，同学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你不要去 directly 或者 indirectly、啊、直接间接的去涉及这一些，所以你学佛目的就是要给你辨识这一些了、OK 啊、杀盗淫妄和妄妄语打妄语就刚刚所讲的啦、啊、就是你去搞这些 money game 这些、哦、就有妄语的成分在里边，它是偷盗跟妄语、啊、结合起来了的、那么同学、啊这个也是牵涉到啊买股票跟 unit trust 之类的，如果同学你开始投资啊，哈啊股票啊 unit trust 啊，能的话就是不要一买就整个啤酒行业或者整个是赌博行业啊，不要这样哈啊，他你会成为他的股东，过后你要承担他的业啊，所以变到啊比较理想啊，都依然呢、啊、还是就是如果他是啊掺在一起的话哦啊，那就也不看违禁，我们就不要求那么干净了啊，宗教上是有要求，所以为什么会有啊 Islam Bank 啊？还有就是那个 EPF 啊 KWSP Islamic KWSP 原因就是啊他们宗教要求啊就是赚来的利息是不要啊有这些他们回教禁止的这样啊，我们这边不是佛教国家，随便到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所以佛教徒就自己学习啊自己就是留意啦，监管自己这样啊，跟这个有关的哈，还有就酒业啦啊，之前同学有提到，师傅也解释了这样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因为酒里面包括赌博哈，啊为什么酒跟赌博啊，我们都知道是罪恶不好的，为什么国家还是允许让它跑动呢？哈，明智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嘛，以你的观感，为什么这些两个都知道是不对的，可是国家还是让它合法化，什么缘故？啊，你在吃东西啊？你要关 camera 来吃东西吗 ？OK，
你要回答吗？名字？你在吃东西？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要哦。OK 好，那我就问问看哈。OK， 这个就是啊，子杰，子杰什么原因啊？因为他是最赚钱的。哎呀，不是个理由啦。如果他去赚钱，他去赚钱就不会放他。可以提供税务给国家做发展。是啦，不过应该不是最赚钱，因为如果他最赚钱的话，都不称他为罪恶税了啊，应该就是啊一种折中来的，因为你进不到他们俩的，对不对？贤应该是进不到的。那么我们还算保守，你们有听过丹麦啊？妓女是合法化的，你们听过吗？丹麦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帮他合法化是第一，他要付税，妓女的交易要付税。第二呢，就是因为他把他合法化，对不对？在健康的部分呢、啊？它是需要符合卫生局的规定，你要 proof 你是健康哦，没有性病才可以接客人，那么它也可以防范杜绝这个问题，看到吗同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到底哪一些可以合法化哦，就看国家的底线呢、啊、所以变到我们这边的底线就是最多是到这些行业 就是赌业跟酒业啊，就是合法化。不过他们回教徒就不能够跑进来了，这样子了。那么其他的宗教的其他的人呢、啊，需要到他还允许这样了啊。但我们还没有到长期合法化这个程度，像丹麦他们这样啊。所以同学，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件。那么如果、啊、你的一天八个小时工作牵涉到这些，你就在造那个恶业。同学你禅修很难的、啊、你会很难的、啊啊、因为你都在我们讲修行嘛，结果 你都在修恶业一天八个小时这样、啊、不过无论如何就是同学你的志业如果太久了、啊、通常三年以上、啊、你 就蛮难改了，因为你太长时间依赖，所以就看看你要找副业，然后呢你要改志业顾虑到、啊、你会不会牵涉很广、啊、你会不会很多 commitment、啊、很多问题要考量了，如果你已经超过五年之后、啊、才学佛这样了、啊、所以呢就是、啊、都是要深思熟虑、啊、这样子、啊、或者找个折中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就是、啊一些、啊、就是他们、啊、如果是有屠宰行业对不对、啊、那么呢他们学佛之后我们都会跟他们讲你就可以尝试念咒语、啊、去超度那些被你屠宰的众生啊、通常都会这样一个折中，因为他改不到我，那怎么办好？所以变到了就是、啊、你晚上你要念咒语超度这些众生这样、啊、类似这样的方法了。 OK， 这是跟志业有关的。 好那么呢、这个除了这个志业以外、这个是十、上面呢 有衣服这个字、这个衣一般上针对出家中，在以前、啊、佛陀时代、啊、同学啊尤其、啊、是在南传佛教徒、啊、最可以反映得到这个习俗的就是在衣的部分、啊、去看一下、哦啊、南传袈裟呢是最容易反映到衣服的部分，因为、啊、他们的这个服装对不对、哦就是有提到必须只允许三衣罢了了，同学这里了我看到这边、这个、在佛陀时代、啊、是迦牟尼佛发现、啊、只要三件衣服、啊、就足够保暖，所以呢他们只是三件，那么、如果衣服有多出来的话对不对、你必须要做一个 process、啊、那个 process、啊、是怎么样、就是、啊、你把它的拥有权给别人，你只保有使用权，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爱着，就表示说 OK， 表示说我要做这个 procedure 对不对，那么首先我要找顺境，我跟顺境讲啊，以后啊我所有的衣服有多、哦、拥有权给你了，这样子拥有权给你，不过使用权在我这边，那么当我拿到一套新衣的时候，我会再找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我找家俊，跟家俊讲 OK， 家俊我告诉你我得到了一套新的衣服，不过这个使拥有权呢、啊、是顺境的，使用权是我的啊，这样子做了、哦、就可以用这样子了，这个呢就是在衣的部分你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说这个是有效、很简单嘛同学， 我问问你们了、OK， 你有没有看过、啊、在银行的 cashier、啊、数钞票会数到心花怒放呢？毕竟你有看为什么、银行的职员数钞票不会数到心花怒放的呢、毕竟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他们习惯了吗？啊，习惯不只是习惯吧，主要不是他的。哎呀，我问你，如果是你的，你会不会越许越开心？哇，很多钱。是他们多的时候，他们放母亲算了。那我知道，还是你在算吗？对不对？哦，你做的。但是这个钞票如果是你的，我问你啊，如果是你在放母亲算啊，跟别人的放母亲算，哪一个比较爽？当然是自己嘛，对不对？懂意思吗？啊，对不对？所以同学，他的意思就在这里了。你看啊，当一个东西啊，不是属于你的，对不对？哈，你比较不会有爱着，比较少的啊，原因就在这里了。所以同学，就这个缘故啊，现代哦，啊，流行立遗嘱就是这样，因为你早早把东西立下遗嘱，对不对？你的爱着会比较少，那么发生意外啊，你走就好走，可以理解吗？啊，所以立好遗嘱的举手一下。已经立了的，啊，正式不正式没关系，有立过有立好遗嘱吗？没有啊，啊，家眷呢？啊，师傅也是有立啊，对，哎，同学啊，立遗嘱并不是说要百万富翁才立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了，好啊 ，Maybank 很多、啊、都有帮你做哈、哦，啊这个遗嘱，他原意在这里啦、啊，同学怕意外一发生了哦，哎，你会挂碍啊，因为东西没有交代好。啊，遗嘱就交代好，所以啊，当你立了遗嘱啊，其实啊，同时也在暗示做说啊，你身边的很多东西，你是属于，你是在使用着它的，你不是拥有它啊，你要这样暗示自己，这样的话，你对它的爱着、啊、就可以减少。OK， 可以了解吗？那同学思考一下，你看看你爱着什么东西的，你可以现在在这个讲义旁边记录下来了，好啊。记录下来好，你再想想看，哎，是不是说要进行一些仪式啊？哈，就刚刚讲的仪式哈、啊，让自己给减少。你想好了，写好了，给你送表态了。嗯，写好了可以送表态了。预备好了。两位好了。四位好了。啊，五位好了。六位好了，好 ，OK， 好，好，请 OK， 哎，同学啊，想问一下，有谁有牵涉到类似是啊，衣服啊、靴子之类的，有谁是跟这些有关的，有吗？啊，你比较觉得要交代一下是这些家，有吗？举手一下，有没有？有谁是跟这些有关的衣物有关系的？有谁？有啊，平平长地还有秀娟，你们的衣服应该有一两个柜子吧？那些不用交代你们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们知道吗？以前呢、就是啊，台湾的前监察院长啊，陈履安呐、啊，他学佛之后啊，他第一件事情就把他的 necktie 偷偷送掉给别人。哦，为什么呢？他 necktie 有很多条，你知道吗？你知道多到多少条吗？弟弟，你猜猜看，台湾的前监察院长啊，陈履安呐、啊，他把 necktie 送他的哦 necktie 哈、哦、啊送出去。你猜有几条？五、哦、三千啊？对，三千条，你知道吗？哦，他学佛了，他讲哦，我拿都能送出去哦，可以的。你当高官可以那么多，所以你们的衣服啊，应该有一个柜子吧？秀娟有对不对？有，哎，怎么没有呢？你们上班，就是哦，wedding custom 不可能穿同样的服装进。
顾客嘛，对不对？然后这样不断不断累积，你有没有去清？一定有贵一个柜子的，不然的话做什么啊 ？Zara 的 sales 啊是几十亿嘞，那都是你们光顾的嘛，对不对？哦，啊，这个 Uniqlo 啊，哇，这么哇那么多亿的，哎呀，所以你们搞投资啊，应该要投资这种衣服啊，喂，你们女中的生意很好赚的、啊、哦，知道吗？啊，所以呢，是跟这个有关。所以同学，这一个啊，在我们佛法有个专有名词啊，是叫做坐镜啊，同学。啊、这个是叫坐镜了、哦、我们叫坐镜啊，镜法、哦、同学，这个镜啊、哦、是 allowable 的意思、哦、make thing allowable、哦啊、这个镜、哦、干净的镜其实是 allowable 的意思、哦啊、所以同学你就值得思考一下、哦啊、大体上啊，同学、啊、你只要啊、哦、就是把东西立了于主、哦啊、你就很可以安然了了啊！但是随时哈、哦、有出状况哈、哦、啊，同学你们知道吗？我们呢二弟有同学哈、哦、啊，就是 COVID-19 啊，送去医院了、啊、哈、哦，结果一送去一进 ICU 就出不了来哦，真的会有整个家人预料不到哦，然后整个典礼啊只可以通过 teleconference 看到了，不能够参与，因为整家人中了，整家人都隔离啊，那么爸爸进 ICU， 我不到几天就走掉了，你知道吗？哦。所以也不是开玩笑的哦，嗯，蛮严重下哦，所以同学你要自己趁现在哦，想好好来，与主把它立好了，过后呢就是啊，那么放下个心头大事，你走好走啊 ，OK 好，是不是可以理解嘛哈？啊，目的就是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学这些不只是为了禅修，其实就是把哦啊，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这样子哈、哦、啊，那么呢，你这样准备啊，你的心就比较笃定了的了。好了，同学，我们再继续看呢、啊，好，然后呢，这个十法完了，到闲居静处、哦、好，来，请平平读一读第三、哦、第三，得闲居静处，闲者不作众事之名为闲，无忧恼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难若之处；离于聚落极近三四里，此则放牧，深觉无助愤闹；三者，远白衣住处，清净迦兰中，皆明闲居静处。嗯，好，来，同学可以画重点哦。啊，闲居静处呢，同学，这个啊是牵涉到你开始要进行密集禅修。同学、啊、我们现在学的静坐入门是expect 啊，就是你这个课完了，对不对？好，你学到了方法，你学到能量运动，你也学到哦如何小禅。那么呢，这一个啊，都是家里面啊，做一个小时多这样。那么呢，当你啊要去参加一天或者三天、七天的啊。这个愧闹啊就会牵涉到你，第一你必须要远离愧闹、哦、这个是读愧字了、哦、那么远离愧闹呢有几个地方是远离愧闹的，第一同学、哦、是在森林里面 OK、哦、第二呢就是远离聚落、哦啊、就是在寺庙里面、哦啊、同学、啊、如果在马来西亚这边远离、去森林、啊、我看都是张大拜比较理想了，所以同学、哦、如果是说目前在吉隆坡、哦我们应该没有森林好给你去，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啊、哦、去江大拜了、哦、这个地方、哦、其实又、有森林的感觉，但是呢它的设施啊、哦、又很好，看到吗呢，设施都准备很好，所以呢很多人呢办那种禅修啊 yoga、哦、都是去这些地方办的、啊、所以呢这些地方、哦又或者是啊，如果是说去寺庙啊，远离人群哦，比方说金马仑的三宝万佛寺啊，哦，师父有在那边办过禅修啊，像这些哦，它就有分游客区跟一般禅修区，所以呢，如果你在那边呢、啊、办禅修的话，对不对哦？基本上啊，游客是不会被他们干扰到的。啊、这些就是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了。这同学像二弟啊，以往是每个月啊会办一次 one day course 禅意的，也是蛮理想，因为啊我们这种这样的住宅区哈、哦，还蛮清静跟平静的。好、哦、啊，
condo 啊，有时比较不理想，因为 condo 啊，有时楼上会很吵的，有小孩之类，所以我们这些反而更平静这样哈、啊。所以同学基本上啊，都是这些你要选这个，如果办这个的话，要有选到那么好的地方，那么你在一天八个小时，必须要完全清静的。才可以 才叫做理想的禅修地点呢、啊、不过同学、啊、即使说现在去森林都好，是应该主要的前提就是你不要带手，你的手机要关掉，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你们保管手机，因为、啊、即使你在森林都好、哦、只要有 LINE 你一开 Facebook 一打开，不是一大堆人在里面，对不对？哪里有清静得到？所以到现在、啊哦、一定要把手机、哦把收起来、哦、才可以得到平静的。OK， 同学可以理解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了。来，我们看一看同学，主要看有什么名相。不做重视，就什么也不做，就叫做闲，无愧那就是不朝。好，同学，二者，一个是深山绝人，没有人的，第二是头陀兰若了。阿兰若是阿兰尼亚的意思。来，同学，他的梵文是这样，就是阿兰若。兰若，同学可以抄一下梵文呐、啊，阿兰若 ，Aranya， 看到吗？是佛教的用词了，意为丛林、哦、可以抄下来，同学哈、哦、，Aranya， 请写下来哈、哦，看到吗？森林中的空地。现在又称为佛寺，这样子。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啊。好，过后呢，就是这边提到哈，远离聚落哈，此次放牧啊，深觉无足愧闹。他说啊，这一点呢、啊，如果放牛的话哦，都没有声音的。然后第三呢，是远离百衣，百衣是指居士了哈。同学，以往啊哈，通常就是这样的，称我们法师，我们法师当时的百衣哦，居士穿白色衣服的，所以远离百衣就是远离那些居士了哈。他意思是这样哈。然后呢，就是住于清净伽蓝，清净伽蓝是指寺庙哈、哦，这个就是闲居净处了。那同学现在你们呢、哦、只要把手机关掉，然后呢关上房门，告诉、哦、你身边的人说啊，我要打坐一个钟，就是你的闲居净处了的了。好 ，OK 好、哦，现在很容易可以获得得到哈、哦。好，过后呢，接下来呢，第四项是细珠圆物哈、哦。好，有请子杰读一读哈。是第四习诸缘物有四义：一、习自生物是生缘物，不作有为事业；二、系人间缘物，不追寻俗人、朋友、亲戚、自事，断绝人事往还；三、系共享技术缘物，不作事贤，共将技术一方金胸互相。书数算计等事。四、系学问缘物，读诵听学等细细戒气戒舍，此为系住缘物。所以者何？若堕物缘物，则行道是非心乱难摄。好，我们同学可以先画下重点了。好，来同学一样的哈、哦，如果是你要开始进去那些一天的禅修营之类是，你必须要细诸缘物。同学有四件事情你不能够做的，
第一，停止你的置业。不当然了，因为同学如果你的置业不停的话，对不对？比方说你的工作是跟 sales 有关的啊，比如说 planning 啊，公司里面啊，这边谁在公司是做跟 planning 有关的举手一下，你要策划东西的，要做计划的，有谁跟计划有关的？也没有啊。好，谁是跟就是销售有关的，请举手一下，销售有关的。OK 啊，秀娟、宝宁，通常销售也包括 service 啊，对不对？好，你要去追他的，有包括收钱的嘛？卖了还要再收钱嘛？还需要对不对？秀娟需要对不对？啊，宝宁也是要对不对 ？OK， 好好来，好，有谁的这谁呀、的工作是 customer service 有关系的？你是服务行业啊，你必须要对人讲话，讲很多话的，举手一下，谁的行业是服务行业，要对人讲很多话？宝宁、子杰。OK， 好，同学看到吗？所以啊，你们这些职业本身啊，如果你不停的话哦，你禅修的时候都在想着它的，所以呢，就如果你是打算去打禅意哦 ，OK， 就是说七天 retreat 哦，你一定要把东西安排好的。那么这七天里面，你不可以去碰你的生意的，可以理解吗？哦，因为啊，你如果你不停你的生意哦，你在禅修你做做下，又想到你的生意。你们现在打坐会不会做到一半又去想你生意的东西？会吗，同学？会的，打个打木子，有谁会去想到的？来看到没有？圣心都会啊，看到吗？啊，宝林会，所以啊，你如果是真正有心要去七天禅修哦，你就把它停掉的哦。多数七天对不对？你应该是前两天在想啊，在想啊，想到够了，然后到后两天就想回家了。只有中间那三天在禅修罢了的，通常是这样的。七天哦，前两天在想。想着工作，后两天的、就是想回家、中间在禅修，那有时中间那几天连打来睡觉的，所以七天呢，不是在睡觉，就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所以不容易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了的、所以同学就是第一你要停掉，第二不可以找朋友、因为你去找朋友好像你们的生意、你要去找开发新市场啊，要去聊啊，不能。朋友一定要把它停掉、第三，不能够再去学新的技巧、像现在、都是、可以很容易很多技巧可以学嘛、投资股票、然后呢就是做 gig、因为现在尤其 MCO 期间，这边现在学 MCO 期间开始在家里面做 gig、做面包之类的，举手一下，有吗？没有啊 ，OK， 谁有兴趣 ？OK 啊，场地位，有谁有兴趣啊？哎，多学一些技巧，比如说学习如何投资股票啊，什么 Unit Trust 啊，更多一些行业可以跟副业有关的，举手一下，有谁在开始的啊？孙红、宝宁，看到吗？所以同学啊，像这些本身呢，如果你去 explore 啊，在禅修，你一定要把它停止的，因为这个、你会不断在做 planning 的。哎，你想到哎，这种副业东西啊，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你又担心之类，所以呢，你必须把它停止在禅期期间啊。好啊，所以呢，还有就是这段期间你必须要停止阅读啊。如果你大量阅读啊，读哲学啊，读历史啊，包括佛学都好，你都会让你思考的。都会让你思考的，我们的这个佛学课啊，有谁会让你会去深思的，有吗？我们的课，这个静坐入门的课会让你深思的，举手一下，有没有？你有时会想到，哎，有些内容很好，会让你去思考的，有吗？没有。OK， 谁上历史课会思考的？历史课，谁有上二弟的印度佛教史会思考？顺清跟子杰家俊会让你思考，对不对？啊，所以以后你们禅修啊，哎，拜托你们。不要再看佛教史历史哦，因为啊，这东西在想你没有在打坐，你在想它，看到吗？啊，所以为什么说哈、连知识都要停止，原因就在这里了啊。所以同学啊，到了你看啊，同学这个啊，写这个文章的人呢、已经超过1600年历史，但他讲的东西现在一样是通用的。不过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全部都在手机那边，所以简单的就是啊，你把手机啊交给啊主办单位，你就什么问题都没了的了。到了现代哦，因为手机交了就什么都没了啊，全部东西啊，处理银行账目啊，可能你看到电影啊，全部都在里边哦，你的生意都在那边哦 ，close you 都在那边哦，买东西也在那个手机，哇，全部都在里边，所以呢，手机一定要被管制，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心可以把它平静下来了啊，所以同学我们看一下哈、这边的原因就是这里了啊、看到吗？自身。你的置业有关的、
啊，人间就是朋友这一些要听啊，工巧啊就是学东种种这一些，学医方啊，学中药，像我前阵子我有上网自己学些中医，你知道吗？哎呀，你参修不能过的，他很多经络，你知道吗？哦，我都是这样子听，你不断的重复的听，你也不容易的，蛮多技巧在里边的哈啊，但是就是你要禅修的话，你就不能够学了的，要暂停了啊，所以医方在里边呢哈，还有数数啊、算数啊，就现在我们讲的投资等等之类都包含在这一边哦。好，然后呢包括做 gig 啊、做面包啊也在这里了，然后学问缘物啊，就包括连静坐班你都必须要暂停了，同学。啊，是，所以你在打禅修，你就不要再上课了啦，就完全一心一意禅修，这样哦才可以达到目的的。好，为什么缘故？他讲啊，若多缘物啊，太多的话哦，心乱难摄，你的心静不下来。好，第五净善知识，来就请场地念一念哦。第五净善知识，善知识有三义：外护善知识，经营供养，善人将护行人不相扰乱，二者同行，善知识公修一道，互相圈化，不相扰乱，三者教善受知识，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是教厉害。感谢。好，来，同学可以画重点了，善知识。好，感谢。来，同学啊，当你开始在禅修的时候啊，善知识就是你的善友，你要有三个善友哦。第一呢，就是呢，如果你在打禅气啊，同学，一般上打禅气是你只顾禅修罢了的。那么呢，饭盒有人准备好给你，水有人准备好给你，你有病的话药也准备好给你，你什么都不用做的，所以需要有人外护，可以理解吗？哦，这样子哦。因为当然嘛，你还要负责煮饭了、啊，哇，你又在 planning 在里边的哈、哦。这边呢、啊，谁啊禅修啊会想到啊，哎呀，煮什么菜呀、啊，烧什么饭之类，有谁有想过煮什么东西吃的，有吗？没有，你们都头脑都 plan 好了是吧？啊，所以呢，如果你有煮饭的话，你会想煮饭的东西的，你知道吗？哦，所以为什么呢？真正禅修连饭都不煮的，就是别人做好给你。第二呢，要有同行善知识啊，同学，像你们这些就是同行善知识。所以谁没有来哈、哦，就打个电话去，哎，怎么没有上静坐课啊？这样子，这个就同行善知识啊。啊，像我看孙红啊，是被你的哥哥拉进来禅修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同行啊。啊，看到吗？啊，所以一定要有同行。那么呢，你一开眼睛看，哇，很多人在禅修，但是这个人不可以干扰你的。啊、不能干扰你，所以有时候啊，哎呀，我们也发现这样，他们去禅修，对不对？可能太好聊啊，他不能够讲话，对不好，他就用暗语哦，哎呦，他就会啊指这个，嗯，很好吃。哦，哎呀，你都叫你敬语，就是不可以沟通啊，你跑去指这个指那个，还不是在沟通，还不是在讲话啊，心就散乱。所以就这个缘故呢，有时候同学啊，你去禅修是可以的话，你一个人最好。不要找同伴，你找伙伴哦，你看他我就不舒服这样啊，不去问他自己又不行啊，啊，你就很多负累在那边，所以有时候你去参加禅修营的话，狠下心来自己一个人去，这样子啊，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很好 focus， 不会太过多哦，这种朋友去到啊，又有很多这种东西在里边啊。第三就是老师。因为啊，你修行修到一半呢、啊，哎，出现一些状况啊，可能是身心的变化、不适或者进展，你要有人可以问，所以你要有个老师啊，原因是在这边。所以在禅修期间，你要有这三个善知识啊、哦。我想问问看哦，哎，网上那么多静坐课程呢、啊，
怎么你们不自己上 YouTube 看就好，还要来参加呢？秀娟，什么缘故？你不要自己 YouTube 看就行，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啊？秀娟，有师傅指导，有同学比较有向心力一点吗？所以你只是看比较不会懈怠。哦，你是觉得看 YouTube 这样你不会太有信心？你觉得？可能看了明白，但是你的持续性就不会这么久了。所以就是也是看到同行善知识 的立场了哈。顺清呢？顺清为什么不看 YouTube 学了就算？为什么顺清还要来参加课程？师傅，我觉得如果看 YouTube 的话，好像还蛮危险的。危险啦、对，就是可能就是修行的话最好是要跟着师父学比较好。这样啊？哦，那你的意思讲啊，师父不担心啊会被有就淘汰啦，你的意思讲啦，对不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哦，这还好。哦不过啊你们要小心哦，我可能是 AI 来的哦。哦，那么久啊你跟这个 AI 讲话你不晓得，所以 MCO 完你们赶快来见我一下，确保我不是 AI 来的。OK， 开玩笑罢了。好，所以同学一般上来讲啊，禅修是你看啊，大家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呢就讲到完了。到了现在的科技时代哦，这种 AI 啊，我们这个行业哦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我们这种服务行业哦，教授禅修的还是会有人到来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修行啊会强调这三种善知识，原因在这里哦。同学，这个善知识的巴利文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善知识啊，其实它就是盖亚纳米达达来的，同学可以写一写哦。善知识啊，来自于梵文卡亚纳米特拉啦，或者是米达啦，同学可以写一写哦。卡亚纳米特拉，卡亚纳米达哈。啊，那么呢，就是良友、良伴或者良师啦，同学你可以写一写。所以呢他必须要具备哦才在禅修营的时候哦才完整的哦。好，同学你抄好之后呢，接下来呢就可以把笔放下，眼睛关起来。给你两分钟时间尝试回忆一下今天学了什么，同学你可以开始回忆了，来。好，同学，时间到了，来，可以把眼睛睁开，同学。